大家好，下面我和大家分享美国人对梦见打哈欠和梦见动的解读。首先看梦见打哈欠，梦见自己打哈欠，通常可以解释为做梦者感到厌倦或者疲劳，不过还可以表示做梦者希望表达什么观点。下面看梦见动，地上的动一般表示陷阱。如果梦见自己掉进洞里，一般表示做梦者的生活正陷入困境中。此外，洞还有停滞不前或隐藏的意思。谢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